小燕君睡醒了，在我的。小燕君早安，一大早就要玩。爷爷在哪里？玩爷爷拼的捷运，这个是捷运吧，还是火车啊？捷运。是捷运。那、啊、你先穿背心。这个捷运。今天君君睡好久啊，睡到七点半。我的嗯，妈咪，等一下就要去上班啦，那、啊、等一下婆婆带你去学校，好不好？带我的吧。嗯，带我的头。那个是火车头啊。嗯。妈，有，昨天有看到一个火车头。连连感觉你的包比较好一点了，对不对？树。脚脚还是会痒，对呀、啊，嗯，被火车压到。哦，火车压到了。小燕君早安。起来。哎，用刀子，用小刀，把它剥起来，会不会？对了，然后涂面包，涂吐司。哦哦 ，no no， 要涂涂啊，掉了啦，君君，这里这里，滴滴，来再挖，你再挖起来，这个，不是这个 ，no no， 君君，涂面包，这里，那个果酱再挖一点。让妈咪帮你们。不要。哪有人直接吃果酱的啦？哎，君君，涂吐司上面。好了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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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好，昨天晚上都没吃饭饭。昨天晚上没有吃饭饭呢，就直接一直睡，哎呀，睡到七点半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肚子饿，给你吃吐司了。吃哎呀，那个我给打电话。什么打电话？这个人。嗯，这个人打电话。群群，蓝莓放着。嗯嗯，你叫妈咪要把蓝莓收起来了，不要、哦。那你就放着，你可以放在旁边看，然后你要把饭饭吃完再吃蓝莓。君君，妈咪有答应你，对不对？把蓝莓放在旁边，你先吃完饭饭就可以吃蓝莓了。对吧？你休息了。我自己不会按，我不会按。吃蓝莓了？还没。我要吃蓝莓了。不行，君君，君君，妈咪说你吃完饭饭再吃蓝莓，你什么肚子不会饿？哪有这种事情？君君，妈咪要把蓝莓收起来了，先放着。嘿、hey, ，你怎么偷咬？嗯嗯，吃饭。君君，你已经吃了两个了。嗯。放着，妈咪放这边保管。妈妈。你要先吃饭。我要先吃饭。君君。我要君君。今天就是菜菜饭饭肉肉，简单的吃一餐。群群，我有群群，你怎么把饭饭弄到旁边？
吃饭，君君。没吃饭，没吃饭。君君，你要这样睡觉啊？真的。你没有躺在床垫上哎。Yeah. 你的头头躺在床垫上啊。Yeah. 好啦，你累累了要睡觉了，今天弄得比较晚。赶快睡觉啦，妈咪陪俊俊睡觉吧。那妈咪开门开一点点。你开一点点。不要再抓人脸脸了。俊俊晚安，要睡觉了。明天妈咪带你去学校。君君呢？你看，我们来看一本新的故事书，《小美人鱼》耶！他是小美人鱼耶！萧红群的人生第三次剃头大典，是不是？嗯。因为天气越来越热，啊，头发很长了，嗯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就洗头会很难洗。然后又不是你在洗，我也是偶尔会洗。你看小美人鱼，我们来看这本书，来梳头发，梳头发。然后你看有狗汪，你看呐、啊，你再你看这本书就好了。啊，你来，你看，梳头发，好梳头发。你看狗汪，他们去海边玩玩嘞。你看狗汪叼了一只鞋子，有没有叼一只鞋子？然后小美人鱼带狗旺去玩玩，结果呢，狗旺回来睡觉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回到家吃饼干，有没有吃饼干？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圣诞树哎，还有圣诞树，你看。我的头发在这里，我的头发在这里。对，你的头发在这里。来，走过来帮我看。我的头发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你的头发好长，对不对？掉下来了。
剪头发呀，噜噜噜，有没有噜噜噜？头发掉下来了，噜噜噜。掉，噜噜噜就掉下来了。对呀，噜噜噜就掉下来了。我来了。哦。不难。好，妈咪用，妈咪用。哎，你头抬起来给爸爸，爸爸看。对对对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好，妈咪拍拍，妈咪拍拍。结果。哎，赶快，爸爸看。看。哎，小五姐。哦。你好朋克哦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哎。怎么了？那他只是头发而已，头发。来，妈妈。哎，他嘴巴，他嘴巴，等一下，妈咪看。妈，爸爸看。拿那个擦布巾擦擦。好，拍拍，擦擦。有吗？没有了。有吗？没有了。好了，爸爸看。哎，哎呦。你的手头啊，因为你手头都是啊。没事没事，擦擦就好了，擦擦就好了。哎呀，还有还有，下巴下巴那边，对，这样没有了。哎呀，啊，你不要用，你手手上面有头发就不要碰脸脸了。好，还有吗？妈妈，还有还有，芭比用，芭比用，这个怕了。没了，没了，来看。好，妈咪拍拍，弄手手。哎，手手不要弄，不然等下又有了。哇，小红姐你看，哎呦。嗯，帅哈。这个还有。没有。没了。没有。没了。OK， 好，放后面。我的头发。对呀，你的头发。这样子好棒。你的头发好多，等一下洗澡澡啦，先不要抓了，知道？等一下洗完澡澡就不会痒痒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芭比技术越来越好了。越来越上手了。第三次。不要拿那个，不要拿那个狗妹。哎，有两个耶，有两个浅浅耶。后面那一撮那边下面，对对对，头头滴滴，头头滴滴，君君，对对对，头头滴滴。好。好嘞，先拍一拍。OK。没抓。他不想踩到头发。好嘞。没事没事。我看看。Okay.
好了，还没。好了。拍好了，拍好了。哇，我也拍了。好，脚脚拍拍，脚脚拍拍。好了，快好了。阿兰。好。你要留中间那一撮。妈妈剪，妈妈剪。啊，妈妈剪，妈妈剪。快好了。好，来给你。点点。什么头发？好，拍拍，这样子拍拍，对对对。好，拍拍。啊 ，no no。拍快好了，都不快了。给你，给你。不要，来拍拍。好啦。衣服爷爷。衣服等一下洗澡之后可以脱掉了。好，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给爸比看。爸比看，爸比看有没有剪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可以哦。剪刀跟那个梳子。好，我看另外一种。等一下，爸，你看我先照个相好了。来，爸爸看一个。不行，我们就全部剃掉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给妈咪看一下。妈，画笔宝，我也来来。好了，帮你妈剪头发来。啊！还是拿椅子给你坐。你要坐小椅子。就不会坐到头发。对，你坐小椅子，好不好？那no。小椅子啊，小椅子就不会坐到头发了。嗯。我想坐进去。你要什么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你先坐好。等一下，出去，你先不要出来，还没有剪完，还没有剪完。我来，来，你坐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这边没有头发，你看，没有头发，你坐这边就不会有头发。找宝物哦，他们在找宝物啊！你觉得？